够把这个表能够填多少。来，我们 T 已经会了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来转换 T 这个函数，来，来试试。OK， 这是我们用的那个积分的两招的第二招嘛，对吧？
一，记得上下限零的无穷，减去，这边是加上 ，s 分，啊对不起 ，s 分之 ，s 分之二，零到无穷 ，t 一 ，s t 一 t。首先我们看这个，又来了，这个函数乘上这个函数，所以这规定。这个一定让迫使我们 S 一定要大于零还小于零 S 要小于零的话这个就永远不可能收敛的，所以 S 一定要大于零，所以然后呢这一项大 S 大于零的话这下会比 T 平方死得更快， T 平方天大地大也不过是 exponential order， 所以这两个相乘趋近无穷大零多少零，然后零带进去零，啊，所以非常简单。啊，这一项各位有没有看过？看到了没有？这项是谁的转换？是不是 t 的转换？这是多少 ？s 平方分之平方。所以答案变成什么 ？s 三方分之二 ，s 大于。答案又多了一个。大家猜猜看 ，t 的三次方转换是什么？是三次方分之。所以这边变成三次，所以变成三 t 平方，所以这边会有一个 s 平方的三倍，然后再乘上 s， 对，所以这变多少 ？s 的四方多少？三。三次，不要忘了刚才要二。六。哎 ，very good。好，那你聪明吗？告诉我 ，t 的 n 次方转换 ？s 的 n。S 的 n 加一，这个六二一，各位看出那个特征了没有？三的话是六，啊，这样看，一的话是一，二的话是二，三的话是六。来，各位猜是什么 ？n 的阶乘，阶乘称为 factorial。factorial。n 的阶乘，一的阶乘是一嘛，二的阶乘是二，三的小表什么阶乘？三的阶乘等于多少？三乘三减一乘上三减二，这叫三的阶乘。嗯，所以是等于三乘二。OK， 所以我们得到非常伟大的 n 次的阶乘 ，s n 加一。n 的阶乘，好的，我们凡事都不要忘掉，随时都可以求它的反转换，反转换没有公式的，看到就会了。来，来求反转换 ，s 五次方分之一，来，五次方的话一定要 t 的几次方 ，t 的四次嘛，对不对？四次转换一定是 s 的五次方四的阶乘，四三十二十二二十四。啊，这边有没有一？这边有没有二十四？没有，这个多少？二十四分之一 t 的四次。OK， 所以你懂得转换了，反转换立刻就了解了。好，既然看过了这些多项式，我们来看看另外我们常见的指数函数。来，转换转换一的 AT 一样，这上面只是唯一区分而已。零到无穷一的负 ST 一的 AT。我还是喜欢用那个把这个负提出来 ，s 减 a， 你用 a 减 s 也可以，但我喜欢用 s 负的 s 减 a。好的，凡是我们的微积分不能忘掉我们的红笔，谁把我的功课在这？我在哪里最讨厌？最讨厌。
从中最讨厌了，对吧？来，我希望这里面跟我同源圈是一样。以前帮刚是 T 吗？对不对？现在多了 S 减 A， 我是不是要多一个 S 减 A 跟 T， 对不对？然后又多一个负号，就带一个负号。答案什么？负的 S 减 A 分之一 ，D 的同源圈嘛，对吧？但记得同源圈的上下限跟我刚才的可能不一样了。刚才 T 零到无穷，同源圈呢？无穷还是一样，到负无穷变成负无穷到零，而在负无穷的话多少？零。什么情况之下这个负无穷是零 ？S 一定要大于多少？哎 ，S 一定要大于多少 ？A 哦，因为 S 小于 A 的话，这变成负负得正哦，那就这不就爆掉了？所以为了使它不爆 ，S 一定要大于 A。所以答案就是这个负负得正 ，S 减 A 分之一的一。来，所以各位的表这边又多了一个一的 AT 转换，就是 S 减 A 分之一 ，S 大于 A。好，我们学了转换，随时不忘反转换，然后来试试看。来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转换。这个不可以写成为这个可以写成为 S 减二 S 减一或者四，可以吧？好的，那我们最常用的一招就是把它分开。可以，可以哈，所以把 A 跟 B 求出来，来你们自己做，我先记住。所以 ln S 等于二的话 ，ln S 等于二的话就是二减一，所以 A 等于四，然后 ln S 等于一的话，负一，所以 B 等于负四。看懂啊？这招应该很常用，我们在基本也常用过。来 ，S 减二转换 ，S 减二的转换，我们已经写了一的二 ，T 啊几倍？四倍，因为它是什么线性？然后这两个就加起来转换，相当于这个先转换，再加上后面的转换一样的，这叫什么性？线性。所以加上减去四倍的一多少？多少？多少 ？OK。好了，我们指数函数也会了，我们现在来一个。比较呛辣一点，我们来一个 cosine 要不要？干嘛？今天还早，今天各位脑袋还清楚，来 cosine A T。去了。
告诉你，我现在在差的快里面没有理由再啰嗦了。你要看一百遍就一百遍，啊，不要再跟我说那个其中那个期末那个意见，老师妈擦黑板太快了，妈你不会看影片啊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cosine。学校五 G 而已，没有看法是不是？啊？学校网络只有五 G 而已，看你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学校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来，用 cosine AT 来转换，零到无穷 cosine AT 比一的负 SG 比一，一样的做法，我们的微积分的。积分的两套，第一套叫做那个换，第二叫做部分积分。啊，这个事情很奇怪，你怎么分答案都一样啊。du cosine 为分，减负的 sin。将它相乘，所以这个会等于记得上下限零到无穷，减去等于是负负和正，所以减去 S 分之 A。不过把 cosine 变成 sin， 到这时候你不要放弃。既然刚刚也把它变 cosine， 我再做一次又变 cosine， 我就解决出来了。再做一次，所以 u 是等于 sin， 等于 dv 是 d 的，这个 a 的 sin。所以这一项我可以写成为，来，可以写成为负的 上下限零到无穷，然后减去变成加上 S 分之 A， 好。回到我们原来的问题了，所以假设原来这个叫做 i， 来，所以 i 是等于，我们先把这个来试试看哈，不要的我们先消掉了。首先 cosine AT， 天大地大，会不会比这个大？不会，但这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S 一定要正还是负 ？S 一定要正，所以带无穷大进去才有可能变为零。啊，所以上限是零，下限带进去。cosine 的这就要注意了哈 ，cosine 的零是多少？一哦。然后这个的零是多少？也是一哦。所以是等于负的 S 分之一，上限是零，下限是一哦。所以这项是多少？S 分之一，同意哈？好的，然后呢？这两个加起来是等于这个，对吧？所以先把这个干掉。哎，天大地大，这个再大也不会比这个大，所以上限零，条件 S 要大于零，下限太棒了，上限的零等于零，所以这个没有。啊，这就是 I， 好。减去 S 分之 A 的乘上 S 分之 A 的 I， 同意吧？也算哦。好的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简化推差好。所
所以一加 s 平方 a 平方的 i 等于 s 的 t， 所以 i 等于 s 分之一除上一加 s 平方 a 平方。同意啊，上下都乘上 s 平方，就变成为 s 平方加 a 平方 s， 而且 s 要大于零。同学们，我们就多了一个来 s 平方加 a 平方 s 大于。好的，各位讲，脑袋还不太糊涂的话，就继续把衍生啊，我讲过这要留大一点。sin a t 跟刚才非常类似 ，s 平方加 a 平方，刚才是 s 平方吗？刚是 s 对吧？嗯。各位猜猜看。负 s。是吧？好了 ，sin、cosine， 各位都会了。天井不要，天井不行。知道为什么天井不能转换吗？天井是不是 exponential order？ 不是啊。咻，然后咻，对吧？它还没，它。你天大地大，你 exponential， 我在那个拍的地方就让你死掉了，对不对？二拍的地方就让你死掉了。好了 ，cosine、sin 了解了，我们来转换 hyperbolic、sin、hyperbolic、cosine， 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非常简单呐、啊，这个各位要学啊。啊？什么东西？hyperbolic 啊，超越函数啊。好的，我们现在了解 cosine 写出来了。我们再来一个。给各位再复习一下，首先这里我们有 trigonometry， 所谓的三角函数，超越函数，三角函数记得它绝对是跟角度有关，theta 的话，我们可以定义出 sin theta， 可以定义出 sin theta， 对吧？这我就不必写了，定义就是这个除上这个，我算一下这个除上这个，不用讲了。那比较有趣的是，我们对 sin 的微分等于什么 ？cosine， 对 cosine 的微分。负的 sin 同样积分又同样啊，对 sin 积分等于负的 cosine 啊 ，cosine 积分等于 sin 啊，这大家都知道。好 ，hyperbolic function 我们的超越函数完全跟 theta 没有关系，它只是定义，它是定义。我的 sin x 不用 theta， 不用 x， 它的定义就是二分之一的 x 减一的负 x， cos 它的定义就是二分之一的 x
加一的负二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就是定义。但是我为什么把这个定义称之为 sin cos？ 我们把这个函数来微分一次看看 ，d sin。来，二不变，一的 x 微分等于多少？一的 x 减去一的负 x 微分多少？负的，负的正。请问这是什么 ？cos 啊？请问跟我的那个 sin 微分等于 cos， 是不是类似？这是一样的，是不是一样？同样的，我的 d cos。等于什么？就等于 sin， 这没有带负号，唯一的差别是没有带负号。同样的 ，sin 的积分 ，cos 的积分 ，sin。各位拿出你 calculator。好的，有没有找到你的 calculator 上面有一个 H P Y， H Y P， 有没有找到？有没有找到？找到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那个 calculator 给丢掉了，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哈，好，按 sin 好了。然后再按 sin， 然后再按零。这时候你的上面是 d 还是 r 无所谓了，因为它已经不是角度了。多少？零。是不是零？啊。再来 ，hyp cosine 零。多少？是不是跟一一样？是不是一 ？Yes。那么 hyperbolic tangent 呢？有没有？各位查一下 ，hyp 再打 tangent， 再打零，是不是零？啊。啊 ，hyp 打 tangent 打二分之派。这个时候你的上面那个是 R 是 D 就注意了，你要先换成 R 哦，二分之派的话 sin 二分之派等于，哟，它无穷大，不要，派好了，派简单嘛，对不对？ tangent hyperbolic tangent 的派我们得到零，有没有？都得到了吧？啊，零得到了哈。OK， 所以不要告诉我你这些不会哈。来，我们一样把它们给它做，拉直拉直，想换。我们先来转换那个 cos 好了。来。这可不可以写成为二分之一零到无穷一的负 ST 乘上。